对，最好是胖。那不临时决定的吗？临时决定临时吃。本来我爸说要炖那个五花肉跟酸菜了，后来想，后来想了想，还是拉倒吧，还是算了吧。是我爸。别说了，又给你告状了。不是告状，再说五花肉吃多了。今天天热，我们吃冷面，正好赶着我妈下班过来，所以今天就我妈掌勺了。这些是三人份的量，三袋，但是我们五个人吃也够。这个冷面煮好了以后，一定要用这个凉水给它过凉，多投几遍。大家有机会要是可以来我们延吉的话，就一定要吃一碗现压的冷面。现压的冷面是相当不错的。我动了三瓶，都拿了吗？嗯。妈，你看他们那冷面馆抓的老快了哈，嗯，嗖嗖嗖嗖的，专业的那都是，咔咔咔咔，多少量能给你整明白。冷面还搁什么片啊？都抠，别都打了呀！咱妈打的干净溜光的。